一个。Oh my god！ 我中了、你中这个？多慢 ，very big！ 多慢？多慢 ，very big！ 一米吧。喜欢我的影片的，请按赞订阅吧，支持赛门哥持续更新创作，感谢感谢。Day two， 一定有人抛出神圣的第一枪了 ，Go！哥 ，lucky 呢？哎呀 ，Big Thomas， 拔草侧风向啊！这个敲墙壁会敲到碎掉吗？不会，后面歪掉。因为我昨天发现我那一只，看后面为什么会打不到？看到后面的那路亚环整个歪掉了。我觉得早上用越吵的越好。然后、第一枪会不会是有谁呢？到底是带色的？呆塞的 Simon 还是呆塞的威廷？他就看到我昨天很爱打这个，所以他今天就在我们这边。我觉得还好哎，因为可能他就是这种地形最多。这个其实它大概水下地形就是水上地形的延伸吧，所以它这边应该也是个大斜坡，好看得到下面的水啊。Wake up, wake up， 起床喽！七层楼，来来来，追过来，追过来。有吗？没有，我在做梦，梦醒了。它是有浪的关系，我怎么觉得抄起来怪怪的？喂，扛住，扛住！干，真的有翘壁虎呢。重的，大斧头，力哥，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中了、你中这个？多慢 ？Very big！ 多慢？多慢 ？Very big！ 一米吧 ？More than 1 meter？ Yes！ 他还是咬这个饵哎、！Oh my god！ 抢你水，水过来 ！Oh my god！ 我操 ！He he's still alive！这个我钓中这个 big， 但是好慢啊！买耶！干他被他吃掉哎！你你 this one also bigger right？ Yeah， this bigger。Oh my！ 他在滴血嘞。GG， 我不想看镜头，我不想看镜头。还在那，他在换气啊。That one is not big， it's huge， very huge。我第一次看到有人鱼虎上被干，被中途拦截。你是中了那一只之后，然后又在。我中这只被鱼虎给拦截，就好像被 like a shark。他还在，难怪没什么水花。有啦，有碰一声啊，只是碰一声，应该是我把那只鱼要提起来的时候那个。Terrible！ 干，我真的傻眼嘞、欸。然后奇怪，这怎么舌头这么长？它那个头比那只鱼还要宽一个半个鱼身。这么一只有腥味的，它没有跑呢，它还在这里呢。看这笨鸡的叫我钓它。对啊，弄吗？你吃掉我的饵，我就把你钓上来。你吃掉我的鱼货，我就把你搞上来。我们昨天还在喊说。都没有大的，今天开门见山。对，其实这有大的，让你见识一下，而且不小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大。Big boss， 你可能光那只上来你就新邮票了，结果你现在只有半张邮票，我干笑烂。
这有大鱼哦，不要讲说没大鱼哦。对，我带你们见识到哦，不是你们钓不上来它哦。不是，那个叫做你要勾生饵啊。小的，小的。不要再跑掉了。那我觉得我要去买个 GoPro， 见证那个历史的一刻。干，你会很失望，因为久久才会一次。来到终于有一个像样的，不会回去说啊，为什么跑去泰国钓这样子？去，你是跑来被强奸的吧？对啊，刚好被强奸强奸啊。还是大的，还是得靠换气。给我生了。哎，那班子还在吗？阿武愿意吃的代表他好吃。小鱼开虎了，但是被两拦虎。好惨哦！都没有七年钱，他绝对不相信说你有钓中。What's the name of that fish? The health fish. Not in English, in Thailand, OK? Thailand, basu, bakasu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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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叫 baka？ baka。巴嘎叔，生下巴嘎。他咬两段，咬断，他会再咬那个。不会，他不会整个吞进去，他一口下去就是死亡翻滚。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是看到半只浮在那里啊？你就像有一些像类似像武昌或什么的，他不也都是半只啊？因为他就狠狠的啃住之后，一咬，然后死亡翻滚，然后把它甩断。你 miss 几次啊？不算 miss， 这也是一个超大 miss。这是今天的第二个点，之前你们没忘记，再一刀两断。生饵吗？现在不算陆养动物，现在看到每一只耳后面都生了，真的是满满的泪。变变耳狼修皮，你看二选一，走了正确的道路。人生二选一，余生二选一。哦，太阳来了。我是又想到一个屁，刚刚没被咬，会不会原本只是想要用过去，不小心听到我，然后就被咬？有这么不小心哦？这跟个阿基斯这样，经过磨铁不小心滑进去。我操，这个角度看过去怎么跟海一样啊？根本就是海边。因为我们早上活动的区域在这附近，看地图就知道了。看他今天跑的跟昨天，昨天没来过这里吧？没有。他那个区域这么大。峭壁，你的专长啊！我们本来想出来这边传教，结果黑T尾在这边不太行啊。对啊，怎么办？我们夫妇教主对我们的期望。这边是鸟窝。你用应该是不用抖了吧？哈哈哈！看很凶哎。哎，你刚中那个巴嘎叔是哪一种水表啊？他上来抱你水表啊，这么凶残。我也想来中一只外道，一只就一只就好。我们昨天挖了那么久，也没有类似的东西啊。想说有悬崖可以挖一下，会不会底下会有不一样的东西？这是一个欢乐的母光时间已过，接下来是苦光时间。连卡拉米都没有，卡拉米，喂，中了吗？拉起来，拉起来，呜，还飞起来了，哎，
你要直接引拔进来吗？没办法。OK， 拜拜。那你小绿干什么？人家没有，人家看过80的啊。Bigger. We need more big. Bigger one. 靠腰啊。We need huge one.不二法则生存阴暗处。嗯，还有不断的潮 ，never stop。哇，这个水好清哦，水清楚到底下什么都看得到。来看有没有换气的。哇，超安静。适合养老啊。很确定？你进来应该全世界没有人知道啊。我操，这个真的是很大一片的哇。水是有点奶油色。人生中的迷雾会不会在这边解锁吗？你找我更棒。The last point. We go back around 10:30. 你在哪？绳子上。北七哦。小草原。一般般。哦，piece of cake。Okay。Your lunch or your dinner? Yeah, 来。下去抽三次吧。你说要停吗？我说抽几只海豹。嗯，可能已经回来三分之一了。然后这只抱蛮准的。OK， 小水花，那个重量感就一般般。Yeah, okay. Let's go home. 跑掉的永远是最大的，这是被印证这句话的。